相约在一个适合聊天的上午，分开很多年，满以为没有包袱，我还打算回顾我们为何结束，还想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。当你的笑容给我礼貌的招呼，当我想诉说这些年来的感触，你却点了满桌我最爱的食物，介绍我看你本天文学的书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世事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当我想坦白我们的乐多与苦，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。我才明白时间叫分手还残酷，老朋友了再没资格不满足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世事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世事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